师娘。哎，师娘。世成，杨慧，你咋有空回来了？嗨，我到邻村办事儿，过来看看您。哎，快点说。哎，坐，快坐，快坐。中午吃凉皮啊。哎，好。就是在家吃饭。佳韵，世成来了，快出来倒茶。坐你的，坐你的，来来来，快坐。佳韵，孟书记，您喝水。啊，谢谢。喝水，喝水啊。世成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有个事儿啊，想问问你呢。您说。前几天上头来了一群人，把咱们村啊挨家……哎，你干啥？你在这说会儿话吗？我头疼。